下面请您欣赏学电台表演者，不是学外语，对不起，表演者高峰、栾云平。大家好。哎呀，刚才是王姐说了一段，这不是王姐，这个互动嘛，哎，就得这样。嗯，说的不错啊。郭德纲啊，跟这个驴编于谦老师呢，合说这一段。你说清楚，于谦，于谦先生，哎，非常的潇洒，好，特别的卖力气。嗯，到后台呢，稍微的休息休息，歇会儿。这个主持人也不是外人，这主持是姓侯，叫侯震，哎，两个字。他的祖父家喻户晓，都知道，叫侯宝林。嗯，侯宝林先生是相声大师，对，侯震是侯宝林先生的亲孙子。嗯，这孙子主持特别好。哎，什么叫这孙子主持特别好啊？他是不是侯宝林的孙子呀？是啊，不是我孙子。啊，谁说是你孙子？怕大家误会，人没误会。您看这个相声就是这样啊，有的呢，他们那个能唱能说的，是郭德纲老师就能唱，哎，唱多好啊，嗓音条件好。嗯，我跟郭德纲比呀，差太多了。你也客气，他调门高啊，一唱起来，在这儿是一般的河边听这种声音相当多，救命啊，掉下去了。反正他那个嗓子特别亮，对，我跟他比呀，比不了。你看，因为我没在宫里待过。那个小戏嗓，郭德纲在宫里待过。对呀，郭德纲是太监。这是你说的啊？什么叫我说的？我没说他是太监呢。不是，那确实在宫里待过。这什么宫啊？少年宫。啊，那叫宫。少年宫里有太监吗？没有。他要是太监，他那儿子郭麒麟从哪来的？对，他有个儿子，你甭管是不是亲的，他有一个儿子呀，是亲的。郭麒麟从哪来的？你看，对不对？你这一句话，我那点事儿差点露馅儿。你这种人，我告诉你啊，不是，等会儿吧，不能这样。我问问您，您和郭麒麟什么关系啊？我不告诉你。哎，说。大过节的，非得问。哎，别磨蹭，说。郭麒麟跟我什么关系？学过相声，那叫学员关系。对呀，血缘关系。血缘干什么呢？你说的呀，师生啊，师生啊，那是他母亲，没完了是不是？也是个平安夜，我记得老师学生这么一层关系，就是这份意思。哎，反正郭德纲啊，相声说得好，嗯，加上于老师的配合，人家有名，那叫天衣无缝，大家喜欢听啊。他不能老在台上说呀，就是到后台稍微的休息休息，哎，他也得呀喝点水，嗯，观众朋友呢也需要上上厕所啊，所以把我们换上来呢。跟您聊一聊，对啊，郭德纲说的太好了，嗯，不光您爱听，我们也爱听，哎，好啊，啊，你郭德纲生活中也可笑，有他生活当中的事儿吗？呵，郭德纲最近迷上一样东西，喜欢什么呀？乐器的一种，哪样呢？钢琴，钢琴，哎，钢琴大家都见过，哎，翻开盖一弹，这边低音，对对，这边是高音，哎，脚底踩着离合，这钢琴还有离合呀？反正弹起来很有意思，嗯。钢琴啊，每天都弹，嗯，一打开盖穿着西服，当当滴答答，这练哀乐，当当，哎，别弹了，当当，别弹了，别弹了，啊，行了，我都快哭出来了，知道吗？注意指法了吗？没有练这曲子的。反正他喜欢这个，哎，这我信。后来又迷上那个了，哪个呢？小钢琴，小钢琴，搁脖子上，这什么样？一拉起来这样，这是手风琴，这叫手风琴啊？这叫小提琴。哦，你有点紧张是吧？也是哀乐啊。小提琴，还有那个，还有哪个？那个就跟背书包一样，背着前头那个啊，两根皮带那个松紧琴。什么叫松紧琴呢？这叫手风琴。别奏了，老是哀乐呀。大家喜欢听，谁爱听哀乐？反正就是说，郭德纲最近迷上手风琴了。嗯，到哪儿演出都得带手风琴。嚯，上外地随飞机托运手风琴，多复杂呀！到了酒店入住了，跟他媳妇儿躺一张床上。对，当然了，肯定是同床异梦喽。半夜呢？他跟他媳妇儿都同床异梦啊。
哪这么巧能梦到一块儿啊？这词儿搁这不合适。反正各睡各的觉。嗯，睡到半夜，郭德纲想起手风琴来了。手风琴，他要练一练。你看，轻手轻脚下地，来到手风琴跟前儿，这要偷东西。手风琴也没开灯，摸着手风琴开始拉琴。哎，哟呵，嗯，两天不练手里没劲。嗯，怎么回事？拉三下没拉开。你看他这一嗯一纳闷，他媳妇醒了，出声了，起来一看，郭德纲啊，他媳妇气坏了啊，抡圆的给来一嘴巴。媳妇天津人，对，郭德纲，嗯，你有病啊？怎么了？黑静半夜不睡觉，你拉暖气片干嘛？拿这是当手风琴了。您说这个郭德纲多搞笑啊？哎，是不是？嗯，那社会上很多事儿啊，非常可乐。嗯，看您注意不注意？哎。我这今年夏天发现一事儿，没把我乐死。您讲讲，您算乐得我直冒鼻涕泡。嚯，那您讲讲我面貌吗？公共汽车站等汽车，是排队头一位啊，是个年轻的姑娘。哦，穿着一身裙子，嗯，下边呢有十几个扣子，哎，裙子非常紧，嗯，包在身上。平常要上高台阶呢，就把扣子解开啊。那天她穿这裙子这儿等车。后边还好些人呢，嗯，车一开门呢，他得先上，他头一个，裙子太紧，扣的都系着，他上不去。走，上不去呢，裙子太紧。其实那个你解扣子呀，是，他忘了。你看，第二个是个男的，嗯，也是天津人，啊，有事儿直催他，姐姐，啊，叫姐姐，车来了，看见了吗？嗯，受累，把眼睛睁开，嗨，上车呀。上车呀，真着急了，让他上，他上不去啊，对，着急啊，越着急越上不去，嗯，后边还催，是姐姐你要玩回家玩去啊，后边好些个人了，你上车呀，急中生智，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了，解扣子呀，早干嘛去了，哎，一挥手解一扣，这回行了，扣的太密，哦，再来一个，再解一个，前后解了三个扣子，仨还是没上去。嘿，他是没上去啊。对，后边男的急了，急了。哎，姐姐怎么意思？嗯，倒霉娘们不上车，解我裤扣干嘛？嗨，这都什么事儿？您说闹多大笑话？这就是误会。姑娘一回头，挺不好意思。那可不是吗？哎呦，实在对不起先生，我给您系上得了。就别系了就，还系上？不系那敞胸露怀的好看吗？自己系去吧。反正就是说什么呢，生活中处处有笑料。哎，于谦老师大家也喜爱啊。对啊，于老师有三大爱好，那都知道，抽烟喝酒烫头，嗯，这不是于谦最喜欢的。那他最喜欢什么呀？于谦老师最喜欢的是玩儿哦和被玩儿、哦、于谦两大爱好。玩儿我们都知道，对，玩点这个玩点那个。哎，这被玩什么意思呢？这我也是上个月才知道。嗯，于谦出了一本书，对，书皮上写的很清楚。是啊，书皮拿过来，你一看三个大字，你念念。玩于谦，嗨，玩于谦呢？玩于谦攻略，这是攻略。如何玩于谦吗？哎呀，定价不高啊，39.8。对，哎呀，39.8玩一回，现在低于200的都少，您知道吗？您越说越没边了啊！怎么没边啊？这玩是书名，对，于谦是作者，坐着玩。坐站着也不让玩啊，反正就是说于谦老师热爱生活。嗯，在北京大兴开一个小动物园，对，叫天上人间宠物乐园。没有这名字。哎呀，养了好多鸡。鸡？对呀，下蛋那个不是你媳妇儿，是你媳妇儿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是你媳妇儿呢？下蛋的鸡都这模样。哦哦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不，这不是这个。什么意思？难产，这鸡还难产呀、啊？那鸡个蛋太大了，那蛋啊，哎呀，下不出来。啊，于谦老师呢，养了好多这小动物，嗯嗯，还有很多马，马，矮马，矮，
啊，不是那个特别高的矮马，哦，比桌子还矮半头呢，小小马，嗯，啊，还可以骑呢，对，有时候一骑特别有意思，是吗？啊，还养了很多其他的物种，嗯，你比如说吧，还有什么？草泥马，他那儿养了不少，这种东西叫羊驼。这仨字儿非看着我说是怎么着啊？看谁说呀？看我，应该看谁说呀？我哪知道看谁说呀？这个东西，它这东西就叫草泥马，您就说羊驼就成了。是叫羊驼呀，哎，看见你就把羊驼忘了，就想起那仨字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草泥马，就说羊驼，就是小动物。哎，于老师那儿养，嗯，还养很多大马，大马，高头大马，鞍颤鲜明，哎，可以骑呀、啊，是啊，任蹬班杆，片腿上去一抽那马屁股，嘘，郭德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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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吁气儿，这俩人他都给占了。哎，跑起来非常有意思。是，于老师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。对啊，你看拿我们来讲吧，咱们呢都不爱玩那些东西。咱喜欢什么呢？我跟你不一样。哦，那分别谈谈。我喜欢钻研相声。嘿，好在他这儿呢。相声艺术，嗯，相声讲究什么呢？叫说学逗唱。哎，四门功课。刚才他们有唱歌的，有唱戏的啊。各位，那不叫唱，嗯，那叫学。跟人家学的那是模仿。对，说相声的唱叫太平歌词，哎，数唱来宝，数来宝，还有快板书。嗯，快板书你是外行。谁说的？我。哎，我从小也听快板书。是吗？您随便唱两句，我就知道哪段哪派的。那就好办了。哎，当着各位朋友咱一块共度平安夜啊。是啊，我唱一段快板，你就不知道哪一派。好，咱试试。你要不知道呢？您的意思要起个誓？你要不知道呢？您唱完我要不知道怎么样？我在这儿磕头拜你为师。再说一遍，磕头拜你为师。拜我为师。对，收了，收了。我没有徒弟啊，没徒弟，你算我顶门大弟子。我呀，今儿晚上跟我睡去吧。怎么还得跟这睡呀、啊？要想学得会，得跟师傅睡啊。就这个他熟，都知道啊。不成不成、嗯，那我要知道呢？你要知道我给你磕头啊，哎，我给你磕头，我拜你为师娘，收，多好呢。怎么到我这儿改了师娘了？应该呢。师父，我有师父。师娘呢？跟别人跑了。你拿我填房去是不是？你长得像我师娘。谁像你师娘啊？也得拜我为老师啊。行，听这个啊，各位您鼓励鼓励我。嘿，我没羞没臊。再见，混，光打板就再见了。你看侯震，你这看我唱啊，唱你不知道你拜师啊？哎，我不嫌寒碜。注意啊，21岁的小寡妇，我打哪？少姓没神儿，思想起了奴家好命苦，哎、我这过了门子犯了白裙，这个死了那个当家人啊。别唱了，过了门子92天啊，他没骂过奴。你牵驴来了？我让你别唱了。为什么呢？我知道这是哪段。说不知道，凭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呢？知道，这哪段？王凤山王派。问您哪段？小寡妇上坟。这段叫什么？小寡妇上坟。行啊你啊，嘿嘿，你跟这个鱼与玉一个品位，你这是。好，我还占便宜了我。这是诚心让你知道。你别让我知道啊！再来一段，你就知不道了。唱好的吧，听这个。我说的是崇祯皇帝太腐败普天下，哎，黎民百姓遭火灾，农民们揭竿而起占山寨，他们分绝绝绝绝绝，臭闷劲捏人家，怎么回事？我让你别唱了。为什么？
这段我也知道。嗯，闯王斩堂弟哪派？高派高凤山。嚯嚯，哦哦，行啊你啊，嘿，你行啊，爷，哎爷，哎爷，哎，你就这个能耐大的，我可不留面子了。别留，听这段。还够激烈的。这疯了，这位。唱啊，等会儿唱啊，等会儿愣等，不是你这儿等什么呢？等他照相呢。谁给你照相？再来这样，您行行行，您相机再崩喽。开始了啊，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，这段更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阔，唱赤炎炎普照大地如烈火，路上的行人挥汗如雨烧心窝，给他唱。突然间呐，怒云翻滚风雷吼，哗，一阵暴雨似过瓢泼，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，长虹瑞彩照山河，清风徐来吹人爽，哎，有一乘花杆下了山坡。那位先生说，谁说了？有板吗就放下，这叫讨厌。谁讨厌呀？各位您看，有他这样的吗？我怎么了？有你这样的吗？啊，我唱半截快板，你把我板抢走了。是啊，你这说着半截相声，我能把你大褂脱了吗？不成不成不成，干扰演出啊，我让你别唱了。为什么？这段我也知道。这哪段？叫劫行车。谁唱的？李润杰，李派。嚯嚯，哦哦，嘿儿，你会的不少啊你。这他才不答应了。你有两下子。甭摸甭摸。有两下子，我鼓励鼓励你。你不这不是瞎捧，这不是拍马屁吧？你给我撂下。就是你现在长本事了。嘿。这现在我告诉你得出口创汇。嗯。说相声的也得出口创汇。出去。到外国演唱快板。人家听这个吗？我就行啊。啊。外语快板。外语快板。你像外语学外语吗？好，哎，您唱上外语快板咱听听。外语快板啊。啊。我一唱歌也就乐了，外语快板啊！今儿这还真新鲜了。注意听着啊，绝对外语啊 ！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。外语，你不嫌寒碜呀、啊？不就这字母吗？这是不是外语啊？是外语啊！外语快板嘛！你这外语还不如我呢。你会外语啊？当然会了。你怎么能会外语呢？眼睁就会，你随便问问我呀。我考考你啊！哎，他们外语，我也外语啊。嗯，我考考你外语掌握程度怎么样？好啊，我说什么翻译什么啊。嗯，他们也说过了，苹果怎么说 ？Apple。橘子 ？Orange。香蕉 ？Banana。桃？不知道，是这一个字的都翻不上来。桃子，桃子也不会啊。你说桃子你不会说吗？这我不会了，教给你。怎么说？各位都知道，嗯，桃叫吃 peach。 哦，你可留神，咱别吃错了。不，外国人倒装反了啊。 peach peach。 哎，冰箱怎么说？冰箱这词儿也不会。不会我教给你。哎，我冰箱叫 fridge。 哦，我练练这词。哎，冰箱叫 fridge， 你学一学啊。哎 fridgePlease read after me, fridge。这不还够长的这词。哎 ，Follow me, fridge。Please read after me, fridge。Read after me, fridge, please。您这哪是冰箱啊？整个一傻子，您是一呆子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你整个一呆子。你是呆子，我哪知道哪是冰箱？不告诉你冰箱，冰箱说了一个词啊 ，fridge。行，别说话，我练练。你练练这词，这没事 ，free。好，脑子不错。就是。还有一种说法。怎么还有一种说法？那用词不一样啊。嗯。叫 refrigerator。这还真够长的。哎 ，please read up。千万别说 please 了，你再来一遍那长的。refrigerator。refrigerator。好。怎么样？还有一种说法。怎么那么些种说法呀？你不知道，这是三开门的。啊，三开门叫 refrigeratory， refrigeratory。
那就这玩意儿吧。哎，您看为什么说这个词呢？我是要说的是英音和美音的区别。哦，这还不一样。英国话跟美国话都说英语不一样。是啊，英国人说话走大舌，大舌舌的根子发硬，水土的关系。嗯，英国人说这词儿这么说。嗯 ，refrigerate。哦，这舌头就哏。英国人说是这味儿、嗯，美国人不一样。美国人呢 ？refrigerator。嘿，比较巧。嗯，英国人都是绅士风度。哦，穿着西服，扎着领带，穿着皮鞋，都这么讲话。哎，您来点长句儿的。Hello。Hello, hello, everybody. 你看 ，Merry Christmas, ladies and 乡亲们 ，My name is Garvin. 这乡亲们什么意思？不懂啊？你说说。乡亲们呢，就是跟我是一个老家。后来呢，我就搬出来了，卖豆腐。没让你这解词。你问我这乡亲们是什么意思？你这外国话里边有一句乡亲们，我懂了。知道这怎么回事吗？怎么回事？说错了。这怎么抬杠你得允许吧。行行行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ladies and gentlemen, 女士们先生们。啊、Lady,L-A-D-Y, 女士。把 Y 去掉变成 I-E-S, 就是复数很多的意思，就是一帮老娘们。不是你有点文化没有啊，通俗易懂啊。对不对，我英语说的确实不错。啊，真行。学英语呢首先要学会24个字母。然后呢再。24个字母。24个左右吧。26个字母。26个字母。对。学完字母，学音标，背单词，套上句型就能对话。哎，这是一步一步的。我英语说得好。可以。啊，我再考考你。哎，咱聊聊。Hello, 什么意思？你好。Hi。这更是打招呼，你好。How do you do? 你好啊。How are you? 你好啊。错了。错了。How are you? 不是你好。哎，就是你好。不是。那怎么不是呢 ？How are you？ 咱分析三个单词。您慢慢讲。How？ 怎么 ？Are？MSR be 动词是 you 你 ？How are you？ 这是怎么是你？哦，到他这变了。表示意外。还有一句 How old are you？ 这个呢？怎么他妈老是你？我怎么那么烦呢我？哎，这用于呢多次见到对方。行了，您呀、啊、别骗我了啊 ！How old are you？ 是问你多大岁数了？对对对对。你也会说英语哈、啊？我也知道点儿啊。我英语说的不算太好。哦，哪儿的话说的好啊？日语。日本话也会。日本话我说的最好。嘿，因为那些年呢，我到这个日本省啊去的次数非常多。我跟他们那省委副书记呢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各位爱国的人士。不不，等会儿等会儿。是啊、日本怎么成省了？啊，日本大和族自治区。我跟他们区委书记呢，哎，甭想那好事儿。57个民族啊，57个民族，57朵花。别唱，五十，不，等会儿，还有这动作是不是？57个民族，哎，日本是国家，独立了，独立了。不知道，我天天买这个《朝阳晚报》，没登这条啊。不，甭废话，原来就是国家。他是国家，他独立了，我们不管。嗯，把钓鱼岛给我们留下。对对不对，几位啊？啊，你自己走，连吃带拿就不合适了，是不是？咱还说着外语，日语我说的好，这能说。日语没有字母，嗯，讲究平假名片假名。哎，对。阿姨屋外哦，卡奇库凯库萨塞苏塞苏马咪木麦木哪尼努奈诺。哎呦，都是这玩意儿。啊啊，你比如说跟人家见面问好，这么说。你怎么说？哦嗨哟，哥萨尼玛斯。哦。哦嗨哟，哥萨尼玛斯。是是。问好。问好。哎，教你中文的发音是这么说。怎么说？猴哈腰，一会儿你妈就得死。怎么到我这儿老跟骂人似的呀？这不好记吗？你妈死！哦哈哟，哥在你妈死。问好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多关照。是，这么说。这怎么说？哈基梅马西德，多走伊洛西库欧尼干西马斯。日语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咱也不知道对不对，你怎么能不对？再说一遍，还这样。哦哈哟，哥在你妈死。哈基梅马西德，多走伊洛西库欧尼干西马斯。嘿，日语，日语。平常问好就是こんにちは。嗯。问好，晚上问好，晚上好叫空邦吧。哦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哎，我日语我不叫我，我是我叫瓦达西，瓦达西，瓦达西，你不叫瓦达西，你呢？阿纳塔，阿纳塔，瓦达西，阿纳塔，我和你，我和你，老爷唱两句，在别别唱，别唱了，We are。行了行了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
唱多好听啊！我想跟您学一句。哦，学哪句？哎、吃了吗？您那不是不是不是啊，就是我有时候要见着日本人呢。哦，我想推荐推荐我自己。怎么推荐？就是我叫栾云平，自我介绍。对，叫什么名字？栾云平。这你会一半了啊！我叫瓦塔西，是我叫栾云平。这么说啊？怎么说？瓦塔西瓦巴格亚路。我叫栾云平。巴格亚路啊，巴格亚路就是栾云平的日语。甭废话，嗯，巴格亚路是骂人，这小兵张嘎我可瞧过呀。是八个鸭撸啊，确实是骂人。是你名字不是八个鸭撸，那我这呢？你是八个鸭驴，八个鸭驴。瓦塔西瓦八个鸭驴，八个鸭驴。哦，瓦塔西瓦八个鸭驴。哎，驴不要突出啊！瓦塔西瓦八个鸭驴。行了，我也甭介绍了啊，咱说点别的吧。说点别的。您跟人家对过话吗？跟日本人啊？嗯，对过话啊。前些日子早晨起来6:30，是我楼下有一家早点铺。嗯。我就进去了，你猜我干嘛去了？干嘛去了？吃早点去了。这不废话，给他个机会说话。你猜我干嘛去了？您吃早点去了。各位一鼓掌，你多露脸呢，这还问？你猜我干嘛去了？干嘛去了？这傻子吧，你才傻子呢，我知道你干嘛去了。上早点铺只能吃早点呢，修脚就像滑青池了，是不是？就说吃早点遇到什么事儿？那脚上坐着几个日本人，嗯，吃油条不会吃啊、哦，正在犹豫呢。我过去了，嗯，冲他们一点头。哦，还有ございます。你那一问那俩谈的啥？谈的啥？问那俩你那一个？日本一听，哟西，哎，人家佩服咱。不是不是，您说这什么意思？分油条？怎么给人分的？哦，还有ございます。啊，你那一问那俩谈的啥？谈的啥？问那俩你那一个？哟西。不是不是不是。他夸你的是不是？对，不是，那你是怎么给人分的呢？说日语连说带比划呀！您给我翻一翻呀！前面是问好啊，嗯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你拿一，我拿俩，他拿仨，他拿仨，我拿俩，你拿一个。哦，连起来跟日语一个味儿。连起来呢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你拿一，我拿俩，他拿仨，他拿仨，我拿俩，你拿一个。呵，这叫跟人对话呀！日语说多好，这叫骗油条。人家高兴了，哟西，你这个日本话说的真好、哎。这是日本人吗？这个日本人啊，哪儿的人？日本人，日本人。对了，这不是山东人吗？看看山东人就不许到过日本吗？那可以到。反正我外国话说都不错，还会别的国家说的最好的。嗯，各位您注意，啊、说的最好的是就是华国话，最拿手。您啊，先练练中国话吧。中国话怎么了？那叫法国话，就是法国话，法国话，华国话，法国话，华国话，华国话，我也错了。你看你还真行，法国话，法语我最拿手，就说法语吧。我在法国首都那个巴勒那儿啊，待了4.5年。哪儿哈？法国首都巴勒，巴勒，巴勒。你没上街子那儿转一转呀、啊？那戒严不让去。那叫巴黎。巴黎，哎，我在那儿待了4年多。嗯，从那儿回国之后，那天早晨突发奇想，你呢？写了一段小品文，哦，回忆一下在巴黎的点点滴滴。嘿嘿，名字叫《巴黎的早晨》。巴黎早晨，哎，说英文这句话叫 Paris Morning。你瞧，我在那儿学的，哎，在那儿写的，哎，嗯，您在这儿能给我们背诵背诵吗？可以。好，注意听着啊，哎，巴黎的早晨，巴黎的早晨了啊，巴黎的早晨了啊，注意啊。听着啊，你听着怎么样？我听着不怎么样。我还没说呢。你咋净这个？开始了啊！哎，说 Tom Robin morning get in walk away， 嚯 ，Run man build hard move jump you to boy， voice morning， 那 jump 那兵的喊的最卖的兵，我进我啥 jump 的 you to jump over the ditch。Game over 了。哦，完了，完了，已经完了，结束了，谢谢你，再见。不是，别再见啊！你还别说，我认为你这法语说的是最好。怎么见得呢？因为它流利、啊。那是自然喽。但是我觉得法语不好学。我写的这个，这老跟这含着袜子似的。这个，各位您记一下，我写的。你不是，我想学学法语。可以啊，好不好？我教教你，咱一句一句教我。就刚才这段呢？啊，注意听着啊！哎，第一句注意听啊。Ton re ben moi， 我练练啊。不好发音。哎，我多王公呢？你这有点接近藏獒。我这还没法学了。对，合伙人跟狗叫唤似的。就是啊。不是，那您再来一遍发音啊。多王公呢？多王公呢？
你注意表情啊，托儿着个本谋啊你。不是我这音儿不对，表情对，管什么？你烘托呀，托着宝宝，我都要吐出来了。这是要枪毙的节奏，这是。别，您再来一遍。我给你慢点吧。哎、说托儿着本谋啊你，托你再慢点。托儿着本谋啊你，你再慢点。再慢点啊！再慢点，你听得懂，法国人就不懂了。别介，他连不成句了。你慢点，慢点，注意啊！头一句啊，嗯、同志们，如果你不忙呢？这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？可以了，同志，如果不忙呢？对，哎呀，头一句好不好？这不是中国话吗？你看看后边这句呢？还就不会说哎？你再慢点，还就不会说哎？再慢点，还是听我把话发呀，还是听我把话发。对，后边呢，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。你慢点说。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。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。太对了。后边烧饼油条包哎，这烧饼油条我听明白了。太棒了。就这包哎什么意思没明白吗？这是在这摆着。我还想多了，烧饼油条白，后边呢 ？For the morning， 什么 ？For the morning， 你慢点说。For the morning， 你慢点说。服务员是很忙的，他还急了，太笨。服务员是很忙的，对。后边呢？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什么？端着个烧饼拿着饼在喊喊什么？这是谁买的饼？这是谁买的饼？我说这是我。嗯，仨烧饼俩油条。哦，最后一句吃完了，盘碗都拿去吧。这连起来是法国话吗？跟法语一样。你连起来说。说同志说本末，你还听我不好说哎，我这没的饼喊了豆腐烧饼油条包哎，佛爷很末呢，端着烧饼拿着饼在喊，这是谁买的饼？我说这是我，仨烧饼俩油条，吃完盘碗都拿去吧。就这个。